出发，为2015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的桃园站揭开序幕。这次环台赛是桃园市政府升格首次的国际自由车赛事，市长郑文灿莅临现场为各国选手加油。我们希望这一站能够成功，能够把这个国际赛事提升一级，成为顶级赛事，以后台湾的环台赛就像环法赛一样出名。26个国家共100多位精英选手来台竞技，奋力冲刺，沿途受到加油声不断的英雄式欢呼，气氛相当热络。选手们3个小时要挑战100多公里，将会经过大桃园13个行政区，竞赛路线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大的考验。滨海公路那里风很强，那里有全台湾最多的风车，那也经过平原段，从新屋进入中坜，那里是冲刺区，那也经过我们石门水库，那从龙潭大溪到复兴区，那复兴区在脚板山，那是爬坡路段，也是对选手的重大考验。尽管雨势不断，仍然浇不熄啦啦队的热情。小学生们穿着雨衣，高举海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，要把冠军留在台湾。记者桃园综合报道。